行了，小辉，你回去吧。我说了，只要我的条件你不答应，咱俩就结不了婚。哎呀，珊珊，这我嫂子在我家住着呢，你让我怎么张嘴啊？那我不管，那咱们要结婚了，肯定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呀。再说了，你哥都走了那么多年了，他还在这干什么呀？是不是想要那套房子呀？珊珊，你别这么说。行了，反正啊，你要是不把你嫂子赶走啊，我就不会嫁给你的。珊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呗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你走吧。是妈，我呀是去闪闪家了，但是闪闪不同意结婚。为什么呀？你们两个不是谈得好好的吗？别提了，这闪闪说啊，非要我们买一套房子。还买房子？咱这房子不是好好的吗？妈，这房子不是给我哥买的吗？这你哥不是走了几年了吗？怎么还计较这呀？妈，你怎么听不明白呀？这不我嫂子还在咱们家吗？这你嫂子在咱家也不碍你们的事呀。再说咱房间那么多，闪闪要过来了，跟你嫂子我们两个住一间。哎呀妈，就算你们住一间，这我和闪闪结婚以后也不方便呀。你说这话啥意思？妈可没钱给你买一套房子。妈，你说要不然让嫂子走吧。这叫你嫂子走，妈也说不出口啊。你嫂子待妈这么好。妈，你说不出口是吧？那行，那这婚啊我就不结了。儿子别不结呀，妈再想想办法跟你嫂子商量商量。行。奶奶先别走了，来妈跟你说点事儿。妈，有什么事啊？你看，这不是你弟弟要结婚了吗？啊，结婚啊，这是好事啊。好事是好事，这珊珊呀，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房子？房子咱不是有吗？这小辉他哥已经走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嫁过来，我们可以住到一块儿啊。说的是，珊珊说，不方便。怎么不方便了？她嫁进来，家里的家务活都可以由我来干呀。楠楠不是那个意思，闪闪想说她想有一个自己的房子。妈，你这意思是想我搬出去住？楠楠，妈也是为你好，你看你还这么年轻，再说又没孩子，能找个好人家就找个好人家吧。是啊嫂子，这妈呀都是为你好。妈，我答应过小薇他哥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嫂子你怎么这样啊？这给你说好话啊你不听，非要让我们把你给赶出去啊。小慧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嫂子说话呢？行了奶奶，小薇就说到这份上了，妈也不拦你，该走就走吧。行，今天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两个是铁了心要把我赶走，要我走也行。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可是出了20万，你们只要把钱给我，我立刻就走。嫂子你想什么呢？还20万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呀一分钱都没有。是啊奶奶，小辉说的对，他马上结婚呢，要需要好多钱，你呀一分钱也没有。行，我走行了吧，我不要你们的钱，你们啊可别后悔。我以后一定要混上个名堂给你们看看。董事长到了，请下来吧。
行了，小梅，你和小张在车上等我，有什么事儿我给你们打电话。好的，董事长。谁呀、啊？嫂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我自己的家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怎么招呼都不打就进来了？这是我的家，我需要跟谁打招呼？行，妈。啊。楠楠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啊？这几年没见，你们还是老样子啊。行了，你今天回来有什么事吗？我能有什么事啊？就是回来看看你们。哎，我说你该不会想回来投靠我们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门都没有。是啊，没啥事，你赶紧走吧，你弟媳妇回来会不高兴啊。那我弟媳妇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啊，我媳妇儿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而且现在啊，已经啊和天龙集团开始签合同了，到时候啊，我们家数不完的钱。哦，天龙集团啊。行了行了，你呀、啊、也别打听这么多了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关系啊大着呢。怎么，天龙集团是你开的呀？这天龙集团呀、啊、还真就是我开的。哎呀，你这真是笑死我了，就你还开天龙集团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哟，楠楠，你出去这几年什么都没学会，学会吹牛了呀。行了行了，你呀、啊、赶紧走吧，等会儿啊闪闪签完合同就该回来了，走走走走走。你确定真的让我走？我走了你可不要后悔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呀绝不后悔。现在闪闪呀可厉害了，现在你回来呀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厉害，我让你们看看谁厉害。喂，王经理。董事长怎么了？现在是不是有人在跟你们签着合同呀？是啊，董事长。我告诉你，现在立马停止和他们签合同，以后啊不要再和这家公司有任何来往。收到，董事长，我这里啊马上执行。哎呀，你这吹牛都不带打扫我的。我看你干脆去当演员吧，到时候说不定啊你还能出名了呢。哎，闪闪。喂，闪闪。小辉，出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别急。什么？终止合作了？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这马上那个王经理啊就要签字了，谁知道接了电话就反悔了。啊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，儿子？妈，这闪闪和天龙集团签的合同终止了。终止了？嫂子。楠楠。你难道真的是天龙集团董事长？怎么？现在相信了？告诉你啊，晚了。哎呀，嫂子，刚刚我和妈都在跟你开玩笑，你别生气。是啊，楠楠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就大人不计小人吧，别跟你弟弟计较。计较？就你们这种人啊，也不配我跟你们计较。你们放心，这个家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。哎，嫂子，嫂子。